大家好，我是吴优，我现在在挪威 Norway。 哇，这里的博物馆真美啊，而且那个博物馆很漂亮。我在看孟克，孟克真的有阿那种的，就是对，也有其他的呐喊，但是不没有那个呐喊的。现在介绍的是呐喊，呐喊的部分呢，会那个有一点紧张的这个图画嘛，我在直播嘛。我们现在要介绍的是那个服装的女生。而且她也有漂亮的背景，只不过可惜的就是她好像有点随便乱画的。这个女生哦，她穿着很漂亮的裙子，而且她也很美丽，而且她上面有一些花边什么之类的，可是她可惜的是她没有花园，她只有一个一个球球的东西，像我觉得好像没有那么好玩。好，现在我们要介绍的就是这幅画。这幅画哈，它有两个人，一个果汁什么背景其他的之外啊，还有一些很漂亮的层次啊，而且那个层次非常美丽，而且有一些深的，有一些浅的，有些亮的，有些暗的，真的很美丽的。我还没有直完播这个，这两个女生哦，她都已经介绍完了，但有一些还没有介绍完。好，现在我们要介绍就是那个非常美丽，我们去介绍吧。还要再介绍这个妈咪，为什么她的头发会这样啊？因为他穿了很旧的衣服，像仙杜瑞拉一样。就这样，他有点伤心。对，而且那个他，我们看往前看一点，而且他真的很漂亮，非常那个有一点丑的，而且他有一点点丑，因为他很像仙杜瑞拉，这不玩的家事呢。现在我们介绍这里，先介绍这里，然后我们要介绍那图画了。这图画非常美丽，但它有后面的背景呢，什么之类的，它有暗还是亮，或是浅还是深，或是尖明还是柔和，它非常美丽。而且它怎么的，虽然它也很美丽，但有一点光溜溜的。我们现在要介绍那图画嘛，那图画吴优，你看的是谁？莫内，就是你们画的黄锦花哦。莫内，它是1840到1926年。我们来看莫内的作品，这边都是哦。莫内的作品，通常是墨画的就随便，然后它有一点点那种模糊嘛，有点模糊。这个也是。Hello， 大家好啊！我现在很真的好漂亮哦，你看它有高低的山呐、啊，它有这里也有瀑布，而且有很漂亮的海浪呢，而且还有高低的山路啊，而且还有一些树呢，看看看吧。这个树哦，它们都很美丽，而且它们也会很漂亮的。
Hello， 大家好啊！我现在正在直播，而且后面有冰河哎，雨神美景真的好漂亮哦。我们介绍到这里，我们看看后面的吧。这后面呢，有一些是冰河，有一些不是。我们看看吧，它就是会这样，冰河都会有一些白白的，这就很暖的冰河。这个冰河哦，有一些真的很美丽，可是。不好的行为就是太冷的，我们都不敢，我们都很怕冷，所以我们就不要到去冰河逛，我们就在这里看看就好了，看看后面的山吧，我们看海一下，海的部分呢都会有一些绿绿的或是什么海浪的，都飞起来都很漂亮，我很喜欢的。这下子哦，我们就会很漂亮的看直播哦。因为我们这里有一些什么的，我们就要介绍有什么的树啊，有什么的，真的很漂亮。会有一些什么的绿绿的叶子啊，都会有一些很漂亮的叶子。所以我们大自然是最重要一个。如果你们没有好好爱惜大自然，就会有一些什么地球生病的意思啊，所以就是不行的异常。像今天早上哦，很容易下雨，所以我们就不要理那种雨。而且大自然有一些会下雨，所以我们之后我们一定要好好的爱惜大自然，或是地球哦。好，想过来跟大家拜拜喽。拜拜。Hello。我现在在直播，我是乌鸦，因为现在的天气好漂亮哦，我想要看看自然吧。大自然的部分呢，因为有一些什么树木啊，有一些什么的高山啊，有一些什么的草地花朵啊，都是那个大自然的东西的。我很喜欢大自然的。而且地球是最重要一个，我们住在地球的时候，你看我们地球都会有一些漂亮的大自然。大自然我们都一定要好好照顾它，如果大自然没有好好照顾它，地球就会生病的哦。自然的部分呢，我们三年级、四年级、五年级就会，六年级就会学了。可你看，我们现在大自然真的是很美丽，可是不好的行为就是车子停在草地上又要施工，我觉得这样好像有点不好看。我很喜欢大自然，但我们还要好好加入。好好照顾爱惜地球哦，下次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这是挪威的大自然，大自然都很漂亮，有一些什么船啊，有一些什么高山啊，有一些什么云雾啊，有一些什么太阳啊，有一些什么房子啊，有一些什么的之类的，都很漂亮。而且还有一些什么的那个树木啊，还花朵啊，还有我们的宝木乳，宝木乳，它的果体都是非都是那个阿的那种，我们看看吧。因为那个宝木乳，我们正在住在宝木乳中，而且还有一些海浪的、啊、大自然。真的是最重要的。你看，因为有一些乌云雾，也有一些雨滴，这才是大自然哦。我们介绍到这里，我们看看这里的大自然吧。看看这里的大自然吧。我们看到这么美丽的大自然，下次我们见吧，拜拜。Hello， 大家好啊，我正在直播了。
顶看这个古老的教堂，它以前在1309年就出生了呢。你看，这有一些什么的大教堂呀、啊，有一些什么的坟墓啊，也有一些什么的高塔啊，我们来看看吧。这个高塔、哦、下面都会有一些什么的门呢、啊？然后之后就会大大的门，然后有高高的塔。我们看看这个高高的塔为什么会那么高吧。我们进去，我们再出去看一下坟墓。小房子，然后小房子哦，就会有一些什么的很古老的那个坟墓呢？那个坟墓就会这样哦。坟墓哦，就是有一些什么的之类的，都一直都很漂亮的。我很喜欢这个大教堂。我们先去看那个左边的那个花园吧。左边的花园呢、哦，都会有一些什么的花之类的，都是一些什么大自然的。我们来看看这朵花吧。花哦，都会有一些什么的颜色，粉红色、什么白色、什么之类的，都会很漂亮。而且你看，它在1359年，它就在1915年出生的，到1940年就死掉喽。你看这个的那个。他都是十字架，他们对于他的1905年在710，在224年，就是1905年出生的，710年，1944年就死掉了，24年。1980年就出生的，到1865年，他2002就死掉了。而且这个直播呢，我们看看那个很漂亮的花园，我们走进去看我的吧。我们的这个都会很漂亮的，那个就会有一点什么的。古老的那个房子呢，我们进去看我们的画。我们下次的我们到那个山顶的时候，就会有一些什么很多的啊，有什么的大自然呢，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夏天吃冰淇淋真舒服啊，冬天喝热汤真舒服啊。这个会不会很酸？虽然酸酸的，但也味道非常好。嗯，很好。Hello， 大家好吗？我现在在挪威的格里格家，你看，它有古代人的。的以前的东西，我们来看看吧。这是他们的古代人的以前的东西。以前的古代人，他们以前出生的时候，通常都在……我好像不晓得他在哪，什么时候出生。古代人以前的东西呀、啊，他们都很旧了，因为他们已经弄很久了，所以就会很旧。我们看看那里面的那个礼物。啊，那个它有一些什么的，而且也很漂亮。你看下面有一些那个盘子的花啊，也有上面金色的茶壶啊，而且非常美丽的。现在我们就恰当看到。茶壶的美色哦，而且这个茶壶哦，而且它有一些很漂亮的，用什么下面的花啊，而且真的很漂亮，我觉得这样比较好玩。接上那个，
然后这里他的礼物，然后他的礼物有很漂亮哦。这个礼物，而且它有一些什么的，而且它有一些什么的，就是后面那个礼物了。而且它真的很美丽，现在要进去里面咯。它也有钢琴，也有它以前的沙发，而且还有漂亮的花朵呢。外面哦，它都会有漂亮的花园呢，而且它也有很漂亮的，而且它有一些的什么草和什么石头或是什么花啊，都很漂亮，所以我都很喜欢的。我们出去外面看吧。这下子哦，而且它们的花，它们都会很漂亮。如果我们很好的爱菊之类的，就会这样。这个小木屋哦，而且它有一些什么的，也有一些什么的，上面也有很漂亮的国旗，也很漂亮的。现在这个花园哦，它有一些什么花啊，也有一些什么那个香草的啊，真的很漂亮。而且它有一些什么的，可是不好的意思就是很流利，蜜蜂刺到我们的什么身体的，但我觉得这样不行，我们还是要得它离远一点，不可以离太靠才好行。去看一下海。好啦，这是俄罗斯娃娃，而且它有五个，我们来看看吧。我们俄罗斯娃娃它有一些花边啊什么玩的，它后面的红，你看。然后这个卷班它也有一些什么的啊，而且我把它撕掉了，这样也对。接着这个俄罗斯的，这个俄罗斯里面也有五个，而且它也有黑，也有红，也有黄，还有绿皮肤，它也一样，但它只有一个颜色。然后像它也一样，可是它只在背。好了，大家晚安啦，我到早安的时间了。真的好漂亮哦，而且你看它也有黄色的，上巴黎的，你看还有绿色的什么的点点的啊，什么叶子的之外的啊，它也有很漂亮的花边呢，真的好美丽哦。可是有一点不好的事情，就是画得太简单了，而且他们还要画漂亮才能，这对不对？俄罗斯娃娃，对啊，而且这个它也很漂亮，但只不过画得太简单了，所以还可以再加油一点，之后我们就可以知道了我们的俄罗斯娃娃长怎样吧。拜拜，开始直播。Hello， 大家好啊！我现在到英国的漂亮的大自然了。这里的大自然真美丽，它有一些什么含量飘飘过来，然后花儿都会，它枯谢了就会掉下来，花瓣就会掉下来了。然后不好的新闻就是台风吹来，树木就会倒下来。它秋天的时候叶子就会变黄，就已经糟了，就没有的树，就没有树叶，只剩下树干，
和小河，小河非常美丽，我很喜欢这个小河。小河哦，都在差不多都在很久的时候，它们就是大自然的草叶就会是大自然。然后和房子不是大自然，什么都有大自然，桥不是大自然，其他都是。我们看到这么美丽的大自然，就看到吧，我们看看吧。这么美丽的大自然，还有天空啊，也有什么海浪啊，还有什么草地花啊，还有什么石头啊，还有小石，还有大石，还蜜蜂什么之类的啊，动物什么之类的都有。然后还有，好了，我问你好了没？你到后面去讲。树干，到后面去讲。还非常美丽的大自然呢。这个大自然哦，都在那么美丽的，我们很喜欢这个大自然。我站在伦敦的 London， 在 London 那里，我直完播了。下次看到这么美丽的大自然，一定好好爱惜大自然。It's amazing， 真的好漂亮哦，我很喜欢呢。我们看到这么大自然，美丽的大自然，好好爱惜地球，不可以再把它都丢在地上，巴黎就会很多垃圾哦。下次看到那么美丽的大自然，下次看到那么美丽的大自然，我们看到那么美丽的大自然，以后下次见吧，拜拜。Hello， 大家好吗？我现在正在开始直播了，因为这个大教堂很古老了，它有沙玻璃，沙玻璃都会有一些什么呀、什么之类的啊，我都很喜欢沙玻璃。看看吧，我们看一个沙玻璃，比较漂亮吗？你看，因为它的沙玻璃真的好漂亮，我很喜欢沙玻璃。看看这个第一个，它穿的黑色的裙子，我就有点那个，它是那个前面的，第二个比较美，第三个好像有点恐怖。介绍的就是那个的图画，爱心的，这个它有一些什么漂亮的那个爱心球的，这样我觉得比较好看。我不知道它是什么动物，这是人，然后这个很大绿，外面的是刺，这个外面哪一个我不，这个它有它变成这样的爱心，然后它也有条纹的大象或是什么之类的，还有玫瑰花什么之类的，这个破掉的爱心就是它要输了，然后这个有 F， 然后还有那个闪电，然后那个讯息，还有那个鬼鬼，然后那个录影，还有那个电话，这个好漂亮哦，我很喜欢这个城市，它虽然很漂亮，我也很喜欢。好啦，我们介绍完吧。下次我们看到这个漂亮的一幅画，我们都不可以碰它，只能用眼睛看。下次我们见吧，拜拜。